大家来到麻花局中局，您的体重是？哎，慢着，这秤怎么还说话呢？麦太沉了。哎，我发现麻花都是暖男哈。发现了吧？倒水的，刮下滑的，自己猛劲儿吃肉的。那是肉男，不是暖男。我是已婚。那你是因为头晕啊，还是？你被绕昏。你和黄三零，你俩单独开车。太棒了，咱俩晚上脸对脸吃火锅去。今天买单的是。啊，怎么还有个秤呢？那一会儿称的时候得把麦拿下去。不是称，可能吃之前称一下。这坐哪儿？上面有名儿。第二个座位上有名字是吗？我就近。您的体重是？哎，慢着，这秤怎么还说话呢？没听见吧？没有没有。麦太沉了，对对对，70斤的麦挂身上，不准是不是？哎呦，哎，这五位数不准，你还得刨掉衣服和那个麦的那个重量。呵，突然跟刚才一个数，96，哪写96啊？你也真信他俩？导演组为大家准备了体重秤。记录一下大家现在真实的体重，待整季节目结束后再看一看麻花成员的体重变化。上菜吧。不是，它是跟卡片有关的吧。欢迎大家来到麻花局中局。俗话说千补万补不如十补，白天认真游戏的麻花成员们将会在晚上的麻花局中局中品尝到当地特色的美食，放松一天的疲惫。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用餐费用都需要麻花成员们自行承担。他们将通过游戏的评分角逐出来一名买单者，为当天的晚餐买单。究竟谁是他们中的买单王？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我们要吃的是潮汕牛肉火锅。在品尝美食的同时，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饭桌游戏来决出今天的买单人。小拳拳不羞羞，饭局选座需谨慎。桌面上摆放的道具小手将对买单游戏起到一定的作用，至于是帮忙还是帮倒忙，就要看各位的选择了。有请当地火锅店老板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的特色美食吧。欢迎你们到潮汕来。接下来由我来介绍潮汕最地道正宗的这个牛肉火锅。这个潮汕牛肉火锅为什么会这么出名？首先我们选材上有特别讲究，我们所有的牛肉都是黄牛肉，每一片它的薄度厚度都是一样的，这个要靠很精湛的刀工。特别是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潮汕的这个牛肉王，它有2000多年的宫廷菜肴的这个历史。您这毛肚涮多久啊？这个差不多1分钟。哎呦，这我也是按秒吃的，吃了好几个。确实很好吃，谢谢谢谢，麻烦您了。好，大家吃得开心哈。谢谢老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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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你再大声点，关键时候不敢说话。有一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就是常远老师、艾伦老师，你俩为啥穿情侣装啊？太理性了，我还以为是发的呢，暴露了，我来。讨厌啊！那穿这种衣服是不是得换个 feel 吃啊？闺蜜局、啊、怎么吃啊？哎呦，咱俩衣服穿的撞衫了。我有几个，但姐你穿好看。哎，不加水吗？不是，弄点啊。前半个小时我们是不会说话的。哎，没有缺肉的吧？一车呢，哥，我这儿有啊。你们那边肉没怎么下呀？下了，吃好多了，哥。那还有两盘都没咋动啊，实在不动，你好，我明白。
就这么点的，都不给吗？你给哥送了。不是不是不是，你别别开，看看啊，你们吃你们吃。要这个，还真是撒尿。哎，我发现麻花都是暖男哈。发现了吧？倒水的，滑滑虾滑的。自己猛劲儿吃肉的，那是肉男，不是暖男。你这真不说话呀？会，我还不如看吃播呢。真的，还不如机器怼上来，就我们按吃播走。给腾哥嘴部一个特写，那就怼你自己就行了，就怼腾哥这。说实话，我觉得下回如果要这样，其实圆桌我就气氛能更好，因为这儿都离太远。往圆桌中间放一个，然后就一直转。他吐了，这本来就吃完了。来，上面愣说啊，他肯定得说。来，你们仨先说来。咱们那个刚才人说了，说让我们聊聊开心麻花的企业文化。皮皮。啊，你就讲两句，就你来到麻花之后，你感受到我们麻花的文化是什么感觉呢？我来到麻花，因为我是那谁，我是四哥招进麻花的，所以四哥比我更懂。你是谁招进麻花的？我是四哥招进麻花的。那确实过分了，过分。思思老大哥，您得说两句了，您为什么当时要招皮皮进麻花？那会儿就他一个男的啊，不是因为帅哈，不是啊，因为他那会儿打粉底。那怎么看出他是男的呢？就打完粉底吗？一 K， 哎呀，男的，他又不是打思思眼睛呢。那海银怎么进的麻花啊？大飞哥，大魔哥。哎呦，挺硬的。不是聊企业文化，你们聊咋进来的？这不就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吗，大哥？都是拖家带口。哦，所以皮皮的背景是思思，目前看偏软。哎呀，看来得换一换了。我进麻花啊，是腾哥手把手带着我进的。哎，你可拉倒吧，我都不知道你啥时候来的，你在这。这不你手把手带我进的麻花吗？就那个疯狂的石头那一年。那怎么还手把手？怎么是？因为刚来也不认识门啊，那可不就得大哥。刚来的时候眼里还没治好呢，得牵着进了。差点没进来，被大哥推进来了。我们的企业文化很高。就我们这个，它还真的是一个文化公司，就是你看哪个老板都不像纯经商的，还都有点情怀，所以这个话剧没赚钱赔，也一直往下做，才有的今天。发高了。愣说，刚才海岩说他要玩个对歌的游戏，要对着大哥玩个游戏。不是你说人家有用的啊，待会儿吃饱咱们对歌呀。吃饱就走了。那咱就对歌呀。你对你想跟谁对吧，你唱歌里有春，我觉得你说点春天的春。好，那你唱，你开始唱来。比如我们这边是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然后你们就好，你赢了，游戏结束。自罚一杯饮料。大家今天吃的差不多了。没有，等会儿。没有，快吃两口子了。这怎么不让吃了还？这么说吧，刚开始。我们来一个可以边吃边玩的游戏。酱油呢？今日一共消费1212元。嗯，腾哥，别假装听不着，消费1272元。1212元。那还真不贵，不贵，真不贵，便宜。这么多人，谢谢老板、啊，打折了吧？一千多块钱，给打折了。老板，那还莫不如就别要了。把零头1200抹了。为了防止大家抢单，我们来玩个游戏。那不会的，不会的，不用防止。多虑了，多虑了，没有用防止。可能会有人抢跑，不会有人抢单。好好，为了防止大家逃单，我们来玩个游戏，请大家看一下自己座位后面的机会卡。啊，真有机会卡啊？这个吗？机会卡啥意思？好，加啊！哎呦，嘿呀，我12只手指头。
十二点十二点不好意思，减四那应该是。腾哥减三，减三了。腾哥你减没有了，就减三。我有你没有，每人拥有基础的十个手指及十次机会，轮流发言讲述自己有过的独特经历。在场没有相同经历的人需要掰下一个手指，要求至少一人有相同的经历。如果全都没有，则发言的人掰下一个手指。那十二只怎么？十二只，你把那个脚拿上。必须得说没有。你也可以说我有吧，扣一个我就没了，我就一个手指头。不是，我十指，自己的手是吧？买单，买单，我这也太快了，好快啊，快了。那这根呢？这根不是，这根算不算？这根是跟你后边那个牌一个东西，和这个机会卡有关。哦，自己手指头有多少根，你就捡几根就行了。等于跟这没关系。对，我就说不能玩烧脑子，烧脑子。哎呀，这个咱这节目太难了，烧脑悬疑。哎呦，我的天哪！比方说一个人，导演太执着了。咱玩一轮就知道了。玩一轮就知道。行，玩一轮。我没有吃过蚕蛹，没有吃过蚕蛹。哎，我没吃过。我和海英没吃过。哎，正好有一个，那就那我们在座的哥哥姐姐扣一个，是吧？对。来吧，思思老大哥，您说一件。我自己做过面条。啊？什么叫这不是怎么叫自己做和面？从全套。对。全套从和面开始。从种稻子开始。我稻子。种稻子那都没做过，全套就带着全套是吗？那不能了，带全套不好和面呀。做过举手，做过举手。从和面开始。对呀、啊。那是边打边做是吗？哎，这个挺妙。没相信，关键是被对手打的来不及脱呀。哦，那就是举手的人不剪，其他人再剪。在喜剧人的舞台上说过相声，不、哦，你得有跟你一样的啊，那都没有，就你也没说过吗？我好像还真没人干过，大哥您得自己剪。哎，在喜剧人我还真说过，哎，那不是喜剧人，那是欢乐总动员，那是喜剧总动员。对，没人干过，大哥你自己剪，你不能说这个。喜剧人，你说爷爷没说过吗？啊，也说了，哎、啊，我说过，说过吧？说过。你撒谎，你剪两根啊？没，我说我没想起。好，就我俩不剪，你们全剪啊？不可能啊！你不第三季吗？我跟我爷爷最后，我明儿俩给您说段相声。对。他上来说了两句、啊，确实。哦，对，又剪一个，莫名其妙剪四个手指。八根。剩八个，我剩八个。我估计到不了皮皮那儿，游戏就结束了。我就剩四个了，怎么回事？我吃过一整个柠檬，啊，咬着去吃，就是跟吃苹果那么吃，皮都吃了是吗？没有，削皮吃，就正常给它吃了。那我吃过呀，那没啥没吃过的，一整个的柠檬削皮儿，不可能吃过，就这么想自保吗？君子游戏，君子游戏啊！现在吃一个。谁也没吃过吧？你再剪一根儿，五个了。艾公子，我骑过摩托车，这行吧？啊，我也骑过呀。轮你自己剪，你自己剪一个摩托车谁没骑过？我还跑，你一个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你骑摩托车？我这电动就你让我买的，电动不算，摩托车。我骑过摩托，我就是后来他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你把步骤告诉我，咋骑的？你咋骑的？不是，也就是他会开不会蹬。玛丽也骑过摩托车，他们送我儿子一个小的电动摩托车。电踏板啊，电动就叫电动车。那外形是摩托车，那不算。我没骑过，其他人都骑过。那金大哥小螳螂吗？你别跟我说那别的。不，你是不是摩托车？是摩托车，确实是摩托车。怎么个步骤？你可连车子都不会骑。那个钥匙卡上，哇，上去，呜，然后咣一声。完了，钥匙卡那就哇，你给我下去，你给我去。吃根手指，两次机会了，你嗯嗯啥？你嗯。
两根手指你肯定没骑过。我剪了，大哥。说了君子游戏，你都挺像他骑的车。你也不在乎，你也不在乎。听大哥的，我是不是君子我都听大哥的。还有，就这个还不往我这儿甩呢。该理解了。我自己剪过头发。自己龙抬头我剪过，我刚才锅里剪出来一根，那算吗？把他给我拉出去，我受不了了。你看，都剪过。我剪过，我剪过。我就不用剪手指了。要都剪过，你就得剪。都有。我没剪过。你没剪过？薅过的不算啊。那你看差一个。真的吗？真的没剪过。我没剪。君子游戏是。因为他最讨厌剪头。君子游戏不是丈夫游戏啊。行吧，往下到你了。来吧，到师弟了。我结过婚，那在座的好像，没都结。这也君子游戏？结过婚，这不能君子游戏了吧？开始吃瓜。什么？结过婚？结过婚，大哥。结过是吧？结过，他说的是结过。结了就算，那就还得离了是吧？过以后的事儿，结了就算，不用过。那按照他这说法，你得结了离了叫结过去式。哎呦我。那还真就没离，那你应该说已婚啊。行，已婚，我是已婚。那你是因为头晕啊，还是你被绕婚？你和黄三零，你俩单独开车，太棒了！咱俩玩脸脸对脸，吃我味的。为您鼓掌，互相互相，承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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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那举是不举啊？咱们该举还得举，举了君子游戏，君子游戏。王胜思，你在那装单身呢？不是，我刚举了，我举半天了，没有用。财宝也结了？没有，我扣完了九个。我以为你说举双手呢，结两次。我有孩子啊，不错，这不就快了吗？八个。你得说你有俩孩子，那不就一个都没有了吗？还没上套，那不就剩我了吗？好好好。生仨了，生仨了，生仨了。哦，生仨了，没结婚生仨孩子。哎呦我的妈呀！到我这儿了，还不能都干过。我骑过电动车，我骑过电动车。那是都，那你自己扣吧，自己来吧。电动车你不是骑过吗？都骑过，你不是扣一个吗？不是，没骑过再举手。没骑过。按大哥说的，摩托车可不是电动车啊。那什么是电动车？就是我那个钥匙插进去，对呀，那个是电动车。海银四哥，我们这两天骑了两天电动车。没骑过电动车的举手。没有没骑过的，那你就自己扣吧。君子游戏啊，确实是自己扣吧。为什么这么坑自己啊？行了，来来，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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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皮皮。我这辈子请吃饭没超过三回，你都没活完，怎么这辈子呀？你为一个手指头，这个有点牺牲，有点大呀。以后问题就活到现在，就这个活到现在，活到现在请三。思思，你也没举，我没举啊。四哥讲了四回，君子游戏啊！你们这桌啊，君子游戏啊！思思哥老请吃饭，但他不结账啊。你看，你没说不结账啊？叫大家吃饭。我可说明白了，三次含三次以下啊，别因为一辈子一次没请过还不举手，你不行啊。都没有，就你自己扣一个。那你自己扣吧，你自己扣一个。啊，你们都请过三回以上。哎，海宝可不一定啊。对，海宝，你妹妹，你不要撒谎吧。你歇着，我请你俩就不止三回，你扣一个，你扣一个我吧。你就剩一个了，剩一个了。哎，让你皮，来吧，来吧，宝宝，一击毙命，先给他，对，一击毙命，先 first blood。我打过快板，谁没打过？只要打过就行，只碰过就行，是吧？都打过是吧？都打过快板。皮皮，你打没打过？我打过，但会不会打不一定，打过。你捡一个，捡一个。哎呦，七个，还七个呢。真能扛、啊，你八个，这你要签的八个，
不对，我也是七个。你是不是自己又长俩？我这是加一。你每次拿出来自己都吓一跳。哎，我要说啥呢？这还想半天，思思老大哥，我体重在150以上，此时此刻吗？你等会儿我，我追一追，行我还差八斤，就现在，就是现在，应该不够，再吃八斤肉，一会儿结账这钱又多了，你先别那个。那皮皮，皮皮再见了，我看着不像150哈。First blood。你是不是都没了？我没了，哥。没了啊？那还等啥呢？老板在那儿呢。也没人告诉我来录个节目要花钱呢，谁告诉我的这节目要花钱？下回你就可以说我没超过请四顿饭。游戏结束，有请剩余手指最多的人用滚筒道具来决定出今日的买单人是谁。耶！谁剩最多？谁剩最多？我剩五根，我六个，我剩四根，我零根。那你最多了，七八根。文克，那你指定人，你指定人买单，就让文克来吧。好。除了道具还有没有蔬菜的呀？哥你还在吃啊？有没有道具蔬菜啊？那轮都过去了，不用奔150了。这摇到自己怎么办呢？哦，摇到了自己，恭喜你。哎，出来了，是谁啊？谁呀？我们的海银老师，谁？海银老师，哎呦，那么感谢海银老师，谢谢海银老师。这是干啥？干啥？算结账，算乒乓球吃。不是真扫吗？你可以让他便宜点，海银。唱歌打八折，跳舞打五折。哟。哎呦，海爷，一个歌舞就七折下去了，还有更少的折扣吗？那我又唱又跳呢，三折，有一折的吗？你先把这三折给完成了再说。我心都在滴血，你就踏踏实实唱跳吧。那个今天咱丽姐买了。不是，你说就我们两个女的，你们这么多男的，你们好意思吗？好，我们男的平摊，我们那300块钱我们平摊。我们 AA制。你们男的300块钱，你们十个老爷们平摊呢？11个老爷们。哎妈，气的我真的。来吧，海岩，你唱跳。完了，其他的我们跟你哥哥们平摊，一人30多，行，平摊，值了，值了，值了。哎，海岩，来正经的，因为今儿一天咱没有一个正经节目，你真的来一个职工之令的，唱跳，能体现麻花文化的啊。对，来吧。啊，踏踏踏踏，踏的踏的踏，哎，不是这种节奏，唱啥歌？我给你打什么拍？你还得选个歌是这节奏的呢。踏踏踏，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你们跟我一块儿唱吧，好嘞，预备起。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嘿嘿嘿，恩恩爱爱，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能不能背过去跳，海岩？背过去跳。能跳出这种舞蹈的，还没结婚，那绝对算晚婚了。不容易，不容易。录完我就结。放。可以啊。会员们值不值？我不知道。我们觉得挺值的。你看，大哥都替你把单都买了。哎呀，谢谢这些男人们，谢谢所有的哥哥，谢谢所有的哥哥。哥呀，你买吧，我都没好意思说。你从坐着到现在，你刚把筷子放下，一直吃啊，我水都加多少轮了。要这个，没咋动啊。好，单我买了，单我买了。谁扫我？操，你扫走啊！单我买了，我买。谢谢大哥。哎呀！
哎呀，上火，这都上火，这开发票吗？一下嗓子就肿了。开发票吗？开公司发票。人家一听300多块钱，鼓掌鼓成这样。这样反正少花40多呢。少花700多，海银一段唱跳。给打完折400，谢谢海银啊，哥敬你们。来哥，1200打三折，真是对吧？海银比你付出的多。哎呀，哥付出的是时间，还有咬肌。确实吃了几个筋头巴脑的。大高个儿。我那我们是前面的鹅是吗？那他妈我们那个，行行，你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只有我这样也不行啊！前面有几个人就演鹅的，来，有张开翅膀的，啊，照完了吗？还得说我们是鹅，鹅，鹅，呱呱呱呱呱。行，那你再说一下是什么词儿，我们得翻译一下。我心酸呐，孩子。我们得说齐一点，知道吗？啊，什么词儿？什么词儿？嘎嘎嘎嘎嘎，十个字儿的是吧？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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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没毛病。来，你说开始，我们就能逮着，还得晃啊，是不是？能逮着十的算你们有能耐啊！来，来吧，来，一块说。我们说词儿呗，就是。哥，你要想嘎也行。来，第二步，预备，走。麻花橘光橘，鹏哥来买单。哥，咱这节目还得往外播，为啥不让播？在我面前没人敢说不公平。还差一个字儿，还差一个字，还差一个数着说数少了一个，果然是数学不好。猪，你起来，起来，谁上动物园看展？谁上？王长思。哎呀，哎呦，他说那媳妇儿不是你吗？对，他说是我，我们俩，他管我叫媳妇。今天买单的是。你的热爱正在热播。